如送你音乐上优美如蓝天，如我要写情歌想窝心至深思，寻找抑扬顿挫，寻找千言万语太多，越渴望自然，越稀罕真挚，由我说我的故事，就算用一幼稚，我要一步一步咁去追寻我梦想，咁叫幼稚啊？梦想喺度诞生，你而家就系连食饭嘅钱都冇啦，仲同人哋讲梦想？在最后得一种。谭思维，你愿意嫁俾我吗？系啊，日本东京电视台嗰个 music station。我唔系唔想得去日本啊，今次听我讲。咁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噶，我真系好想试啊！